家好，我是 Alien 黄生，想看最酷的黄生，就在二号酷杂志。2016年到了，先跟大家恭喜发财。那当然，戏剧的部分也是我着重的地方。今年2016年会有两部电影上映，都在暑假。那音乐的部分呢，大概就是演唱会。那也希望用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。其实我目前最难尝试的还是上次已经跟大家见面的角头。角头真的是花了蛮大的力量，还有精神。你在那个角色里面，你完全没办法用那个角色去说笑。那一阵子顿时完全没有幽默感，非常可怕。最近我就很想留长头发，尤其是因为最近的服装都开始走比较 vintage， 比较 old school 的服装，长发非常适合。我是亲自用过的，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再加上它的外形，有点像纸袋，又有点像 bartender， 我觉得蛮有质感。那我觉得我不停止思考，我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我对于所有事情尽力的去分析，对，清楚的做每一件事情，对。